期待今天国王在主场面对新竹工程师的这一场大战。没进，苏豪拿来就起，起了就有，好火球之术。林书豪想打一个立足未稳，直接开往篮筐，个人连得五分。哇，这就是对于其实在热身赛的时候各砍进了两记外线，对他其实还蛮喜欢投外围的。对，继续观察队友，自己开往禁区挑战艾夫伯，球没有弹进。篮比赛时间差了8秒左右，双方在上半场各得攻下一波。抓到了艾夫伯，要直接拔起来哦。对，哦，然后这个球是 kick ball 啊，这一脚。林书豪杀往禁区挑战一板，哇，这个闪得太漂亮了。挥击，阿木高举高打没有问题，直接飞进，没有瞄啊，这是空打。哇，林书豪的 reverse lay 啊，起一分。林书豪抄到这一球，往前场攻，这是一个三线，飞身上篮，曼尼高。林书豪要51-47，林书豪在电光石火之间就把两分拿回来。密，那来看一下林书豪第一排直接过掉高国豪。你看球场的左边已经没有任何人在协防了。快攻，四个人跑起来。林书豪在底线抛投得分，还要叫暂停了。因为就在一瞬间哦，连那他们还有一个蛮可怕的因素，就是有一个场上的教练，对哦，甚至到场下去都会去帮助他的队友跟他的团队，就是林书豪。对，说冲击禁区再 kick out extra pass 交给林书豪，哇，选择用最保险的方式来拿。配的话，两线三线的快攻都很知道说自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终结的能力。对。球又被断了，林书豪后场超截，兄弟连线 ，no look pass， 哇，后面还有安妮奎的拖上去，哇，这被过得太轻松了。林书豪又来到禁区打板，现在有一种一波流的感觉。对，这个重点还是你能不能在防守端去挡住火网。哇哈，如果连曼尼高都投开的话，麻烦是，哇哟，要挡住林书豪，赔上了哨音。林书豪清开了空间，在中距离跳投命中，太轻松了，真的太快速的 transition 哦。现在国王队感觉起来就是更高一个等级的哦。林书布伦斯因为有安妮奎帮他长时间的调节体能，所以说如果你可以让对方在防守上面吃一些这个。